怎么说？贝加这张地图，来看一下 SPG 选择了进攻方，啊，看一下会更看好谁一些。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胜率情况，目前 MTG 这张图是0%的胜率，三场三负。嗯，所以 SPG 选这张图还是可以理解的。是，毕竟对方的弱图嘛。对，你看这一波其实 MTG 根本就没有选择跟你去抢，放你去 B 点下包。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观赛 UI 当中，你可以看到地图当中是可以看得见防爆的。哇哦！比较细节，道具丢过去，风烟给到一号位，又来个烟，但被防爆挡住。阿宾欧登直接秒掉了技。图这里先打掉了布偶，但是有人想过来追你，只剩下卡尔。我这边果然是 Man for Wu， 真的来了。这把我会去骗。嗯，中路回防的，骗是吧？嗯，我骗他回防是吧？那我去下路帮他们了，去吧。哦，屁股我会帮你管啊。拿出了麦雾，是的，这把枪已经是古早的记忆，上次登场可能是 S1 S2 的时候。我记得当麦雾稍微有些过时的时候，还有一名选手在玩，他叫快乐呆瓜。哦。非常久远了，对，当时好像我记得是五把 member 了，其他枪械都没有的，别说什么短剑啦，最多来个狙。哇，这里牙医一出门，怎么两个兄弟过来打我？是这波进攻方 SPG 做的很好啊，但被布偶直接收掉。现在在中路当中，铁轨菜鸟也在慢慢去摸。对，石猴这边也拿起了 MG42 永别，有这把枪。非常帅，我100多发子弹，我打史前枪。来把，然后我还是去给个烟，然后你们这把就不用顶，这把流雷知道吧？流雷，流雷反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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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反炸，反炸。那我带防爆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的枪械啊。比方说 Mavro 铝热弹夹啊，比方说这个刚才我看到时候用到的 MG42， 是，都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了，相信季后赛也能看到。两颗雷给到 A 点，而后续当中包点防爆直接扑除，直接下包。对方的五号位卡尔还在中路这边去寻找机会，卡尔这个点很关键啊。又有一颗雷给到 A 点，但是被防爆给挡住了。对，就现在就正面的人有点少， MTG 这一番还是很难的。卡尔想做事啊，但是马上就要和对手石猴撞上了。但石猴好像没有再看自己的大后身，有注意到自己的屁股吗？又回头看一眼，应该是能发现卡尔的。看到了，信息也报给队友，屁股有在看。卡尔直接掉了。哇哇，来墙壁墙壁打中路抢到他，中路抢到他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给烟，是，而且你帮我管屁股，嗯，行行行，中路抢那条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抓，往左边 ，MPG 在前三分当中感觉轻轻的碎掉了，是，他有点没办法应对 SPG 这种打法，他前期的设计。二换二，这还活着。卡尔狙掉的时候，一个反清闪，他主灵贴近点了，这个怎么打 ？MTG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这把他们是中夹的，哎，什么的狙在中路、啊。我当时就看到有一个，再来再来抢包点，我从中路过去帮。都有狙的，直接跑过去。小 Ra， 那我就陪你一起 Ra， 还是要抢 B 点。一个定点雷往下面丢，正面气直接拉过来，混烟秒杀掉对方。哇，这波 MTG 好像还是顶过的样子。我的 Mavro 也带走了对方，二打二了。MTG 前几分都让给你去下包，现在发现跟你内场来一波争斗，好像也是 OK 的。是，完全没问题。有点难度了，因为刚才他把携带 R90 的小鲤鱼打掉了。哇，来再去打 A， 再去打 A， 预判到完美，一样的还是反雷啊，反雷。我去贴轨了，我去他家贴轨里啊。我帮你盯防吧。
那我去高铁里面了，我可以帮你这样。改变思路了，这一次 SPG 在刚才打了那么多局 B 的时候，这一次好像要和 MTG 正面撞上了。撞上了吗？也一马当先，先看到布偶解决掉之后再往外面冲，他好像没有刹车键，他往回走就会扣工资。阿比也秒掉一个，他什么时候摸上二楼的？阿比还在二楼给压力，这边再想摸下来，这边就想跟你一打一。阿斌个人实力啊，是拯救了 A 点，就靠他一个人，不然这一分估计又要丢了。现在包也掉了，包签名是比上签名，包在你的手里面，但是 A 点有点难以靠近了，一颗雷把阿斌解决了。是，那现在还有转点的可能性，而且签名这边是一杆 R90 的，转一波。MTG 的人还没有选择动。对，我已经摸到 B 点了，随意的清一下啊，大概率是能猜到对手就在 A 点附近。下完包之后，还是得看卡尔这一杆狙去打开一些破点了。就看一下北部的天桥了，哇，前面胆子真的大，北部天桥这敢看一眼。一个侧身，卡尔没想到从铁轨杀过来，那只剩签名，近点接一个牙医应该是可以的。给了个道具，听到大脚步去拆了。在宝点附近，二九零还是比较 OP 的。他在听滴滴的声音，一直没听到。你怎么不滴呀、啊？来了，勾引出来，卡尔直接砍下残局的双杀。是的，这一个骗拆啊，确实把前面给骗到了。对，他在我们家二楼。哇操，说个好奇怪。牙医跟我来中，牙医跟我来中，跟他中路撞， okay, okay. 他中路抢两个了。那我还是看下面喽。对对，你在下面就抽过点。OK。下面通过点，而 B 点内部道具的一波互换之后爆停，牙医先冲进去解决掉了签名。哇，不过这边的狙击给到的压力是蛮大的，虽然前点哇，这也开始发力，这边他是把牙医跟阿斌两个人全打掉了吗？全部都清理掉了，时候这里狙也有一波双杀，只剩下布偶。我感觉前后左右全都是人，东南西北都是人，一打三啊，太难了。听到了，路上的鸡，哇，鸡目前已经九个击杀了，两个，对 ，O C 的，哎也可以打 A 的话，你们就要把去打 A， 然后你们拿个月台，拿月台，拿月台得抢，不带包的拿月台去，我是包 C。但赢也要看一下队友什么情况了，有道理啊，不能一个人 C， 但现在 SPG 这里 G 和时候都站起来了。第一波道具，阿兵这边是直接用雷带走了时候，先把狙击手解决掉。大量的道具是看一下谁会先发起攻击啊？看一下四号位，其实菜鸟这个点还是蛮关键的。嗯，他在悄咪咪的往前去找信息，一个人在玩，要从北部这边摸过去。但卡尔这边的话是一直在盯北部天桥的，就怕刚一落，感觉要无了。果然是这样。哎，看到了，有人在爬梯。天明说我在下面待了这么久，我刚爬梯你就过来了。那只剩除一打四怎么办？没什么希望。上半场五比三，不知道在不在 MTG 队员的意料当中啊。二号位在哪里？我反而没有发现。我一个人当两个人用，一个人玩得特别嗨。但是你还真别说，还真能给他杀到人。自信打出来了，看一下换边之后 MTG 的进攻方 A 点倾泻了大量的道具，但是 SPG 的人根本不在。 B 点一看发现没有什么人， SPG 选择来到 A 点附近，被阿兵先抓到，但菜鸟补枪也，哎，他自己补上了自己的枪，一波一换一，这就是旅热弹夹的魅力啊。虽然我人已经死了，
啊，但我女儿弹夹直接把你烧死。哎呦，前面这边 MG42， 哎，刚才我看的不是 MG42 吗？换了把短剑是吗？嗯，好像是换了。脸贴脸的 battle 四打四，等一波道具，看一下谁作为一号被杀过去。小吕按耐不住，直接被厨带走。二楼一定要小心一下，厨直接跳上去了。最后也在后面看，哇，掉牙医，好穿。最后一人只剩卡尔，包也被签名，顺利的拆掉。独白，独白，这 A B 点的话就留我跟签名。嗯，签名你上二楼，对，我知道，我去中路。那个李冰冰中路高铁出的很快的，你们要组的话，记得看一眼，他中路出的巨快。他中路出的巨快，要防一下阿兵这个点。对，砍一波 B 点 ，SPG 选择放了，但天明他近天，怎么说两把290还是小李又打过了。没换掉啊，对手毕竟是两杆枪，这边签名就想打一个一换一，拖延一下你的时间，但是失败了。SPG 要重新组织进攻。对，看一下锄禾季两名小将，包括菜鸟和石后的两杆狙。再来看一下季的一打一，季和锄两个人，阿兵腰射被菜鸟补上。锄再配合队友，哇，还在打人质换，哇 ，R 九零啊！在 R90 面前，你好像只要过来了，进入我的射程范围内，你就只能应声倒下了。那个棒棒的声音一出来，你就可以看黑白屏幕了。还要怎么打？先慢，先慢，主打 A。We got the bomb. Tag out. 先慢慢来 ，MTG 还是会比较冷静的。现在的分数相差也不多，只有两分。嗯 ，SPG 现在想到的一点就是要针对小鱼这个点了。哎，季二楼先打一个，是的，六到了阿兵。那这样的话，小鱼其实不好补啊，对方在二楼，只能靠自己正面了。看一下厨能不能清理掉吧。选择先到二楼，其实小鱼不管走上还是走下，他都会被枪械给直架。对。他往二楼走，这个僵持时间啊，可能会让季直接轻松的击杀掉。到底选哪边？有一个厨，队友要倒了呀，这该怎么办 ？MTG 的人越来越少，小吕还在左右的互搏，他还在想，他还在抉择。是，来了，他选择了楼下，厨也发现了有提前枪在打，但季直接跳下来。是他只要知道你和厨对位上了，那季这个时候的主动性就完美发挥出来了。他直接从二楼跳下来，轻松的对你完成击杀。除非那个时间点小李直接把往前走，他把厨给清理掉，那这样还能反打一波，不然的话直接被当肉夹馍吃掉了。之后一波小的直架，想转点，时候并不同意，那只剩牙医拿着大砍刀。哇，轻松的击杀！今天让我打过点中枪了。不用，这把来拉下面，拉下面。你们去，拉下面是吗 ？OK。带防甩，带防甩。我直接拉楼梯了。再看一下，这一波当中，还是在 B 点做了很大的文章啊，但是进攻方又把重心放在了 A 点。两边道具全部错开了。虚空锁敌，阿兵对位发现了时候，天桥哇，好多人啊！只能说阿兵胆子是真的大。哇、哦，好买点，小绿那边吃雷，再喷掉一个，他就是高铁保安，但是没办法，查票的，没票直接喷掉，直接下去吧你。确实啊，刚才小吕这个点解决掉了太多的麻烦。是。啊 ，A 点去给他丢道具，然后 B 点我们先架着，第二时间再打 B 二楼。但是你得进慢一点，去防他去那个电梯啊。电梯？电机？电梯？还是电梯？好狙，爆头直接带走了签名。MTG 这边很聪明，
啊，我有了优势之后直接回撤，看你会不会前顶。转 A 了，转 A 了，五号位十后一个人在防守。哎呦！我这边吓一大跳，是他估计自己都吓一大跳。Grenade out！ 然后先清一下二楼，阿斌这个时候已经在下包了。The bomb has been planted。 他还是想找啊，那这边二楼以及一楼都有人，阿斌成功回到了车厢内。时候在这边的压力还是挺大的，终于等到了自己的队友，就死死架住二楼。往包点去靠了，但是 A 点这里下完包之后，近点的位置 MTG 绝对不会放的。是，然后鲤鱼又来，先喷一个，还有第二个的机会，换掉两个已经非常赚了。那两边也是换成了一波二换二，看时候这一狙，精准定位带走布偶，车厢下还有一个，但时间好像不足以拆包了，只要你刚拆包，阿斌就会直接出来。阿斌有点马枪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两个已经变成大餐了。啊、抢 A， 我去二楼，然后安检去一个，我们得前段换人，然后三个人。We got the bomb。 指挥的时候、啊、果然就会大声说话。A 点看一下，爆弹给到之后，两个人都来到了二楼这个位上面，阿斌击杀掉了 G， 目前阿斌已经十一个击杀了，他慢慢也是找到了状态啊。正面一打一，你又有收获。哇、哦，阿斌又打掉一个，感觉要七比七了呀。有这个意思，还毕竟节奏有一点乱了。加一，果断的直接下包。主要是看到 SPG 的队员当中签名，他最近就这一局的发挥啊，有点不好。是。二九零呢，被小鲤鱼有点制裁了，然后换枪呢？好像效果也没那么好。来了，牙医直接的过来找你了，比分来到七比七。哇，第一把高铁战就这么纠缠。TB 吧，这把可以 TB 了。这在 S 抢包点里面，现在就有点。走，你们走，在中下面我有我在了，放心。我在，我直接追，我上轮训练。SPD 内部沟通现在肯定是有点着急了。我们的选图本来四比七优势，现在变成七比七。这一次还是来正面防守。但主点还是在 A 旁边啊，菜鸟直接被卡尔抓住了。开局菜鸟这杆狙又是掉了。听说 MTG 这张图是零胜率啊，怎么回事？换边之后感觉 MTG 像变了一个队伍一样。 SPG 找到了牙医的侧身，但同步来看的话，包点旁边的压力还是挺大的。小女再赶过来，阿九零先喷掉你一个，扫射转移又喷掉了，阿斌一颗手雷。他们乱了，他们乱了，别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他猜不到我们输哪，接着打就好了。OK， 他们不知道我们去打哪，直接打 A， 直接打 A， 直接来，直接来，我们直接换人，对，换个长，换个长，直接跟了。来来来，哇 ，MTG 现在势头完全不一样了，直接要赌你一波 A 了，对手也来，要撞上了 A 点，杜克雷飞来飞去，防爆挡住了一些。在包点附近，只要小鲤鱼存活下来，他就能造成两个以上的击杀。是，啊 ，G 这个位置究极抗压。嗯，对手但 G 这个位置必搜的。是，浅尝辄止。哎，天明阿九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第六个击杀。是。下一步左右再看一下，防爆也直接铺好。MTG 现在想要终结比赛啊，虽然人数落后，但他们依旧在寻找机会。先下包了，先下包看一下 G， 他在绕。Grenade， 有防爆挡住了。包点附近只放了牙医一个人，小鲤鱼就在附近，过来补枪也是很快的。看楼梯位的补点做的怎么样了？时候直接换狙在近点防守。又狙掉一个，时候成为了 SPG 的关键先生。小鲤鱼连喷两个，但出立马补上 ，SPG 居然变成了三打一。最后一喷有签名，顺利带走对方，第一把就加十啊，八比八了。OK，
SPG 这一把还好是稳住了。对，多亏了时候。他们进攻方玩的就转点这一套。我说打，哎，我们进攻方。对，嗯、我们先往一靠。也死人啊！往一靠是吧？先往一靠。然后分析了一波啊，他们进攻方打的是，打另外一波，结果队友说就换边了，我们打进攻。是。这路高铁直接开过去，菜鸟已经开局先行把对方的主机给狙掉了。这样的话，在进攻方这边又要看G的表演了吗？没看到图先打掉了阿兵，G在往前去走的同时，厨先下包。是，而且G继续去扩大自己的范围，还在往前顶，这么敢吗？没有打过牙医，但是没事，包点旁边的防守已经很稳固了。三打二，稳住。不要漏给别人就可以了。现在 MTG 只剩了两个偏近点的选手，只要不让小鲤鱼过来。但小鲤鱼正在逐渐的逼近，让千里进的阿九零有没有可能去解决掉？是。接住牙医，第二个也被菜鸟接住了。防守方的话，别急，一样。行。小心这把，我没他速踢哦。跟他们，哎，我想让你们跟他们去抢把。我这边回。They have the bomb。换到防守方之后 ，SPG 胜率会偏低一些。MTG B 点直接下包。对的。反而 SPG 的队员都退到了后方。天明小心，阿九零还是挡住了。这只有阿九零能反杀对手啊，就两喷，不跟你讲任何道理。阿兵关键时刻掉了，看卡尔了。取得道具，牙医打两个，签名喷掉了牙医，但现在只剩下签名被小鲤鱼直接喷掉，继续加起来吧，9-9。两边都是在进攻方拥有主动权啊，谁能够在防守方先拿一分的话，感觉这场比赛的走向啊就不一样了。抢把 B 了呗，抢 B， 你们去。They have the bomb。来看看，哦，全都是人。牙医现在状态是非常火热的，上局砍下了双杀之后，现在再来一波。牙医都没换弹，掉两个。他刚才拿镰刀在砍对面。对。哇不，直接爆头带走。那这场比赛的转向点来了。Okay, okay. 这不，我们可以玩慢的。玩慢的，别丢人，别丢人，我去抢 A 二，你们 B 点侦查。OK。The enemy has the bomb. Smoke out. 继续抢 B 点上面。SPG 的前顶做的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道具给完之后 ，MTG 的人不在。对。这反而就有点尴尬了，而且现在来看的话，节奏。MTG 这边也把握得很好，能猜到我要转点吗？还是我真的要来打 B 呢？这边厨也慢慢摸到近点来了，想要听一下近点的动向。阿兵，他在二楼，一抬头，他选择往侧路去走，回到跟队友会合的地方。好局，这一局其实也开出去了，但是空了。每一次到 SPG， 感觉要被丢分的时候就站出来了。时候，他其实这一局都在发挥，是他整一局都在发挥。一枪定江山，这边一个定点雷，但有防爆。重新一波集结，30秒钟的时间了，感觉 MTG 必须要速 rush 一波了。季先银出枪，菜鸟已经带走了对方，哇，一波直接接住两个，最后的小鲤鱼也没办法做到，双方战至。别急，就这么跟他们玩，他们要打慢的。这把那啥，这把去打中路抢人套。OK， 让我拉爆点那个签名，赶紧拐屁股。这波中路。三个人往中路去走，两个人往 B 点，把 G 夹起来了。楼梯这里也先解决掉了290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
是的，而且 SPG 这一波进攻非常迅速啊，只需要小心的就是中路这边可能来了摸屁股的人。牙医来了，菜鸟架住了，这该怎么办？石头一来兜底，卡尔也被狙掉 ，SPG 肯定要拿下第十一分了。就在眼前，只剩下布偶跟阿宾。先发现了技，但布偶的位置已经暴露出去了。还能不能再秒一个？只剩布偶也被除，轻松收掉。第十大不抢，行行行，这还在加班呀？回防的话，我建议我们就从正面回防了，去顶他家，顶他家去清二楼。对，可以，请他去抢。MTG 在爆破当中啊，确实是有加班体质的。但如果你仔细去复盘他每一小分打的，其实瑕疵也没那么多。嗯，这个顺棒签名丢完直接往回回。而在爆点当中的话，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一下 SPG 会不会有人想要绕一波了。自己这个位置还挺危险的，但他成功摸进来了。要等队友先动，这边既不能作为一个一号位。签名往前拉了，他地上牙医有没有发现？马枪了，小吕喷掉一个，但时候站出来，二打分还在找人，先把卡尔找到就再，可以狙掉了卡尔。但时间只剩下十秒钟了，来不及拆包了呀，时候再狙掉一个。看你要不要去拆，但如阿宾直接过来清理掉了，那没办法了。来不及了，李冰冰，什么撞赢了就撞赢了 ？OK， 枪打赢了就赢了呀？怎么撞杀？这把赌个 A， 赌个 A， 直接杀三 A 三零二，三零二，看一下，这边 MTG 的防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五零二，焊死在保点？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？今天宿舍从三零二搬到五零二，就差这一步了。是，而这一次的话，进攻方 SPG 其实他的节奏点也没有那么快啊，好像也想去转，知道 A 点人有点多，签名一个人在玩，就喷掉了阿宾，这二流又敢 R90， 谁敢来找事啊？狂暴的这签名也要扑一下。但仔细一看，楼下有个R90，对面R9021个击杀，我只有11个。没事，作用是一样大的。有道理。签名选择先换一把短剑，看看签名一个人能够造成什么多大的一个影响了。中路也来颗雷，看一下这颗雷的轨迹，炸到中路铁轨，但并没有人。签名还在摸敌人，和侠侣的正面对决。哎呦，小吕的反应是真的快呀！被空摘了，是作为第一道防线。断人失败啊，其实这个时候 SPG 就有点危险了。对，本来如果断到一个人其实都赚了。鸡胆子真的大呀，只剩小吕也没办法拆包，鸡我让我记个字爽也要包你。来来来，多少去拉到下面，我拉防，我丢防爆，我丢防爆啊，不用抢包点，抢中路打了那套，中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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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套，要来中路那一套了，来看一下 SPG、能不能，可能是要从中路去压 B 的人，但是对方第一波是没有抢的，是反而又是把重心放在了 A 点， SPG 能否在他们的防守方拿下这一分非常关键。有颗雷，哦哟，阿宾这边胆子很大呀，阿宾知道有防爆加身不怕。哇，又是他一个人，除还没有到位，他直接来了一波 timing， 拔掉了牙医。即擅长卡自己队友的 timing。带走了小鲤鱼，阿九零没了，菜鸟直接拆。给阿宾天降神雷，又是阿宾，这周还能不能有再次拆包的机会？一丝血。好像要反转了，这一波怎么在钓鱼 啊？全都是大鱼。阿比还是打掉了，但最后的几秒钟还是来不及啊！哎呀，兄弟，小心脏受不了了，好害怕，我摸你们死完了，我靠！开始走了，兄弟，抢币，抢币吧！来来来来来。
阿兵这一波成为了队伍当中爆破的 X 因素，他打掉了两个拆包的人。我发现 SPG 在最后的这个时刻太执着去赢了，所以大家全部都挤着去拆包，是导致全部侧身都漏给了阿兵。哇，小鲤鱼也配两个，够顶，而且他还活着。缓一下，把节奏先拉慢一下。鸟哥最后他这个位置感觉做不了太多的击杀，有收集反馈那就遭殃啊。进攻方这边先摸到一个侧身带回天桥， MTG 的人也不会出来想要去清理你，把包放给你，可以给你捡包，只要你靠近包点，那小吕的 R90 就会将比分啊来到 MTG 的13分。有没有可能先把小吕这个点解决掉呢？好像不行，先发现。哇，就一喷啊！抢币，直接抢币，币正面下了包，直接完事了。他们家币有个喷，他们没抢的话。是的，他们家那个二楼，他们家二楼是个喷子。中路一波技和厨的单顶怎么说？我的位置还是很刁钻的，只剩菜鸟了。我被卡尔一击带走，在漫长的，而且对于点位当中的进攻会比较有效一些。一个点位的争抢当中 ，SPG 砍下击杀是比较多的，点里面也放了厨一个人进点。对，一波 SPG 踩点相当的顺利，毕竟是自己的选图嘛。里面也掏出了 Oden， 事后这边也是 MG42。哎，这第一波打下来 ，MTG 收获是非常差的，再次点没分数，而且也几乎没有击杀。在第一波的布点和拿分上面做得很不错的 MTG， 刚刚拿到四分之后又被打了小反场，持续的在点内踩点，感觉 G 和楚两个人基本上都是一有什么情况就是往点里钻的，现在已经来到40分了呀。那现在菜鸟两个连杀都已经出来了，不过空对地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获，但是可以看到对面的动向。看一下下一个点位，但石头这边玩的好嗨啊，这把机枪换弹换了好久还是被小鲤鱼喷掉了。目前六个击杀，现在点里面 MTG 有一个人，小鲤鱼再过来补一波。对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SPG 的补点速度也是慢慢的跟上了整场比赛的节奏啊，而 MTG 的话也是他尽量的把人往点里去塞了，卡尔这边一把长枪也直接踩住了二楼，点内给到了 MTG。 感觉 MTG 刚才这一波打点的速度非常快，并且他点里面人放的很多，少放三个人，是而 SPG 刚才在打反场的路上那其实是一个一个人进点，没有形成一波小的联动。当然如果有签名的R90四连杀，他不需要联动，他只需要签名一个R90。对，有他一个人就够了。下个点位直接开启，看一下巨楼这一边，第一波点位的控制权给到谁？布偶直接踩住了点内。文化枪也已经好了，签名选择在楼下疯狂的开启黑洞枪。R90跟自己的兄弟一起定点，我也在楼下开启了地爪。虽然有烟，但是可以通过地爪的一波反射寻找一些击杀的定点。对，没子弹了，但厨立马换枪，直接带走了对方。但这个时候 ，SPG 依旧是点内当中有优势啊。厨和鸡的双架以
图的牺牲啊，换来的点位的掌控权。菜鸟再开工，哇，这一波点位 SPG 直接突破100分了呀！但是在这个点位当中 ，SPG 消耗掉了有四个中技能，在下一个点位当中会天然的少一些中技技能。看到对面阿斌和卡尔中技技能还是没有使用的。美分给到了 MTG， 但对于 SPG 来讲的话，他们还是更想希望在下一个点位当中啊，拿下先行的主动权。不对地，哇，好多人，这个顶好像也是没有防爆的，果然拿到了一波双杀。这里面防爆是没有扑的，小鲤鱼可以轻松的进点吗？但是被石后一个炮给反制了。互换了一波技能，看不见人，但先丢为敬吧。哇，小奥按住左键不松手，开火箭按到底就行了。好像被偷屁股了 ，MTG 这一边。果然，刚从佛点刷过来 ，MTG 不好近点啊。这一波虽然出击打得很漂亮，但后面 SPG 反扑成功了。看一下尾分给到哪一边。还是 SPG，MTG 选择放了，往下一个中心画面去走了。天明先行来到点位当中，自己的黑洞枪功能也快完毕了。MTG 在这张图当中当中的熟练度没有那么高。SPG 已经140分了，而 MTG 想要翻盘的话，他最起码要在第二轮的点位当中啊，前两个点位一定要拿下优势。不管是旅店花园还是说大仓库，都得打出自己的风格来。MTG 在这张图当中可以看到，花园第一时间他放了三个人，但一瞬之间被 SPG 的人都打掉了。对，直接守不住点啊！牙医开利爪了，看一下能不能通过这个利爪让自己的队友在点里面能够多待一会儿。可以，技能也不算白给。黑洞枪了，黑洞是把旅店花园的尾分吃到了。卡尔再想尽力，但还是被菜鸟收掉。阿斌近点也被天明直接喷掉。小鲤鱼这一把反而并没有发挥出太好的一个空间，但是这个刺杀刚刚说完，小鲤鱼好卡刺杀。是。现在分差接近100分了，感觉 SPG 如果稳住节奏的话，他想要拿下比赛是非常轻松的。看一下这一波大仓库的打点，这波大仓库将决定 MTG 这场比赛的走向。分数依旧在涨，白给掉了。小鲤鱼被对面的菜鸟一攻直接带走，还好终极技能的置换上面 MTG 并没有那么的亏。对，两边技能都是互相来制约的，看到你开工我可能会立马再开工把你给炸掉。哇，按住左键不松手。 SPG 又打了一波返场，点里面有两个人，门口看的是非常死的，而小鲤鱼只能拿点外的一些击杀往下一个点去走了。对，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 MTG 前点队员他的点内当中的发挥了。又是一个空对地，能炸几个？只炸掉了一个。但后续的优势复活点这边 ，MTG 的先行踩住了，复活守住了地道。但后续还要来很多人的，哇，被小飞机炸掉了。卡尔这边就开起来了 这怎么会被秒的？果然是欧等啊！我的天哪，小鲤鱼只好来尽力。看下这一波，牙医 MG 42，火力倾泻下去，点位还是给到了 SPG 呀、啊。主要小鲤鱼他现在这个290他往点里面去送，点里面又人很多，如果他打外围呢，他有没有办法帮助点里面的人去拿分。哇，天明这个角度太聪明了，就疯狂吸你，这必经之路不给你进来的机会。再开工对地炸两个，又是一个双杀呀。天明连 EMP 都有了，他这一场有32个击杀，非常夸张。他前期的时候击杀是比较少的，现在后续马上就追上来了，这个点位好像正好能够结束比赛。对，而 MTG 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想近点带走一个，最后的两分是没有让 SPG 踩到，幸好不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啊。
MTG 对内分工还是没错的。我去踩下一个点位，你去把点位打赢。最后的一秒钟还在争夺吗？恭喜 MTG 1-1。MTG 也能打。防守吧。防守吧。果然啊 ，B 点 MTG 的防守就是阿兵跟布偶。哇、啊！我刚说完阿兵跟布偶，菜鸟直接帮我解决了。是，那队友信息知道了呀。B 点两个全部掉了 ，B 点直接下包吧。嗯。卡尔中路看一下过点，小心近点其实是埋了人的。是。图先下包，吧台放了菜鸟，菜鸟应该先可以挡住小鲤鱼。就这个时候，其实 MTG 他只能强行在酒吧当中靠小鲤鱼来打开接口。就像这样，哎呀，一枪，但是还好补上第二枪，只剩下小鲤鱼，但他是一杆290。是的，石猴这边摸的真的很漂亮啊！你把对方的狙击手和牙医全部摸掉了，哇！小鲤鱼180度了，上吧台是吧、他这种情况下还打掉一个人，不用，不用吧？坐好慢，坐好先慢。OK。我这样太闪了，我一大默认。我进 A 小了，我看中路过点了。哇！每个人的沟通全部都同步一下，我去做什么？我去做什么啊？大家互相分配一下职责，一战位。对，我相信啊，就是 SPG 的队员在玩一些策略类游戏的时候，一定是很懂得怎么样去布棋子的。是。一点，这一次 MTG 选择放空了。黑大，牙医抓到了一个厨。顶门这里。阿兵先把防爆打掉，很细节，再补上道具，准吧？但天明也在用道具，加了一个半血。阿兵还在等队友过来，拉一波小联动，里面全都是人，先打哪一侧比较好呢？好狙啦，时候的位置至关重要，还能再接吗？啊、哦，没有，天明包点打两个。再绕回去，有没有第三个的机会？小鲤鱼这个并不下手的，绕就行了。哇、哦，最后还是签名补上去的，带走了对手，卖我了。哦，这把可以抢一大，左边都没人，这把可以抢一大，抢一大是吧？嗯，对对对，我就防爆，我就防爆，他们要跟着我们抢的哦，小心卡尔。抢一大，看一下怎么样？卡尔。一个人在吃 A 大，对自行界是没有派牙医过来的。哇，但这一次要小心了。果然是这样，卡尔这一局直接把 A 大的进攻阻断掉了。嗯。Nice BG 的队员只能往后去撤。哇，菜鸟最近他的狙击状态真的好呀，第一把爆破，这一把爆破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。嗯。A 小解决掉水果上的两个人之后，可以配合队友往 B 点去走了。但 B 点里面有谁？有290的小鲤鱼，跟上第一个，第二个打了一个小98。好消息就是，应该是可以下包的。嗯。看一下布偶，点了狙之后想往停车场这里走，但可能会被直架。果然，菜鸟本局拿到了三杀了。阿兵，先看到一个技，左边还有双杀，一打一了，一滴血，菜鸟这边也不敢轻举妄动啊，感觉好像阿兵要有了，怎么回事？是这个时间还是能让阿兵去操作的，一打三啊，290，哎，反身喷掉，看到枪管了，阿兵一打三啊 ，easy， 直接所有人发一句话，收图，绷不住了。正常了，没赌到，正常还是我们接柜台，兵哥要相信你的队友，可以自己守住的。OK 啊，不要相信你的队友吗？自己就可以守住？他是这样说的吗？总结就是相信别人不够，得相信自己才行。是，就像阿兵刚才那样。一打三啊，残局是操作起来的。就像阿兵刚才那样，让队友们都倒的情况下，自己一个人单挑所有人。卡尔再一次在 A 大丢掉的时候，但签名
好骗，没走。签名这边这杆狙不知道有没有捡过来。本剑埋在近点，小吕这边想蹭过去，但漏的那一瞬间啊，可能就要遭殃了。哎，先拉，遇到了签名，记只能往后去撤了，溜了溜了，给大损失了两名大将。随着厨的步伐往 B 点去走，但现在 SPG 只剩两个人了。对，刚才阿斌能够一打三啊，现在给到厨和 G 是二打四，我想应该也没那么难吧。比上一把的难度肯定降低了不少啊。是。现在厨和 G 两个人的手感也不是那么好，只有一个击杀。哎，什么探明点？打一个，好，一个都没打掉，压力来到了厨的身上，啊，好多人打哪边？牙医一个人解决了所有人，是，而且自己还能把这个包拆掉，太大都不敢拉，他畏惧了，这狙是真恐怖啊！他们这些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恐怖，哇，你也很恐怖哎，卡宝，卡宝抽的。卡宝抽的，卡尔已经变成了卡宝，可以抽他，但时候这个时候已经不在 A 点了，我不对了还不行吗？是换了个角度，太鸟去 A 大好像有点搞不过。对，哦，这应该不太敢出吧？又把布摇过来了，这波想把战场前移，阿斌。和菜鸟完成了一波互换，不，这边是掉了，但这边要来抓你了，没换掉。人数的置换上面，还是进攻方的 SPG 占据了一定的优势，把防守 B 点的人全部都清理掉了。要九门道具？难道牙医跟小鲤鱼？果然是如此，抱团往前去推。现在只剩下 B 点里面的三个人了，要看牙医这边一号位主动往外去拉，给小鲤鱼很好的输出空间，但这个闪提前枪拉过去，签名，哇，对面只剩卡尔了，卡尔的血量非常低，一打一碰一枪就死，时间就可以了，这个时候 SPG 已经赢了。好吧，三比二，他是在脸上晃的，明哥，他不是在后面，你跟我说清楚。哦，大 A 大小进一把，嗯，来来，我带防爆，我带防爆，你丢闪，来了，看一下这一分当中 SBG 调整一下自己队内的沟通啊，让签名带闪了。A 大还有。卡尔这一点 ，SBD 不信邪，我就是给你抢 A 大，是，总有一天时候会狙掉你的。抢 A 大都被卡尔逮到了，这个倒是蛮伤的。不，我这边也换掉了 G，一打三啊。之前几次抢 A 大的时候，卡尔可以打掉石头，但现在是买一送一，打一个签名，刚才还打掉了菜鸟，对，买一送一了。之后这边在等待一个一枪双杀的机会，一枪双杀不够啊，得一枪三杀呀。对手这种站位基本上不给时候机会啊。先把小鲤鱼这个点打掉，因为对面这个二九零还是比较恐怖的。对，空了枪之后那没办法了呀，只能派别人去解决他了。这小鲤鱼很鸡贼，他一直靠自己的身法频繁的剪刀跳啊来迷惑时候。来打我呀，包点位投对面的一枪，还想拉，时候漂亮，首先第一狙是 OK 了，还防止 A 小来人，对面这个时候还没有摸包，是掉在了地下室附近，时间稍微点不够了呀，去捡包，感觉捡完这个包再下包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
已经来不及了，这个时间太极限了，主要时候的手中是没有任何信息的呀。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。比分来到3-3，对面保 KD 了搁这儿啊。最后一个赛季了，那肯定是好打得好看一点噻。还可以啊，两把狙，中路过点小心。合理的，说的对。要看一下其他选手也能不能够把 KD 打得好看一点哦。B 点来了，直接进点。MPG 又选择把 B 点给放空了，留了阿兵在吧台附近。对。乔明一摸进来了，阿兵打三个，漂亮！签名的一颗延迟雷其实是打炸掉了阿兵，菜鸟也过来补，时候也狙掉，最后小鲤鱼大九零轻松带走，两个人直接拆包。是阿兵这一波 timing 抓的简直完美啊！他一个人把包里面炒了，别吹牛逼了。啊？怎么说？啊，正常走，正常走，小心他一大一波直接 run。我觉得小鸡丑，我觉得小鸡丑。放个闪包。主要是刚才那一波阿兵，他从柜台过来，没有任何的信息。其实 SPG 给雷了，但那颗雷没有炸到阿兵，导致千明觉得右边是没人的。阿兵这一波三杀，让 SPG 可能这一分上半场会处于一个领先的状态了。对，而这边也是给到了 MG42， 看到下面这个战场上的氛围啊，那个小人还在动，大家看到没？感觉就小时候那个什么玩具，那个小绿人。哦，我现在的关注点都在这小人身上，我都没有在看 A 小来有没有来人了。来个检视动作吧，检视动作更快更帅。两个人抱团、哦、小分队往 B 点去走，阿兵已经掉了，不换掉一个已经是赚了。是这一波突然的提速啊，确实 MTG 没有想到不和阿亚兵又被搞了，这两个人啊真的要被 SPG 突多少次啊。没办法，好几次 B 点他们俩是放空的，就刚才那一波是放空的，还不如咱 B 点不待人了，是放到外面吧。谁家的摩托车开了？这就是这把 MG42 呀，牙医扫掉两个，这家有没有活着？菜鸟，哇 ，Odin 的魅力，上半场打到了4-4，狙掉，而且石破这个点，他一旦掉了，你后续防守的补枪环，就少了一个石破。大量的烟雾给到中路。A 小来人了 ，A 小四个人技能不能接住？除另外一侧 ，D R H 效果不错，三杀！哇，18秒钟了！朱哥，你要不要？18秒你们闭。嗯，这一波想顶 A 小，但是对面都有硬掩体，加上三杆枪啊！换短剑嘛，对吧？三杆枪什么概念？而且还有长，伤害都特别高。完全顶不住，只能说 MTG 上一把就像猛虎一样，有点虎了。是，打慢一点，包还没有及时的去捡，中路又是一波烟。还有没有很奇怪的 timing？ 这边防爆挡住 ，MTG 还是在 A 小做事，给到一些假信息。中路隔断烟给上，这边有防爆。二号位签名的位置，他只是一杆短剑，这一次不是 R90 啊。阿兵的位置其实埋得很死，签名包括对门的菜鸟形成了一波双架。是，地点这个时候考验的肯定就是进攻方的耐心了。不管什么情况，现在 MTG 一定要是要先动的那一方。是，哎，
看到了。要是有把握的话，二十秒钟发起进攻都是够的。这一波极限的双架啊！这一波双架 ，MTG 凶多吉少啊！哎，卡尔，丢了，阿兵来。哎，有队友的呀。卡尔蹲完，阿兵蹲，阿兵拿到了双杀。可以，菜鸟也掉了。阿兵蹲完 ，G 来蹲。G 蹲成功了。但是时间上只剩下15秒钟了 ，MT 还来得及下包吗？感觉来不及下包了呀！阻止他下包就已经赢了。G 的扫射转移做的相当的完美，布偶一狙，两边的一打一，活着就行，活着就行。SPG 拿慢了，白小中路过来蹭我了，白小控了，就挡上了。来来来，我这把去 B 里面了，要先控吧。嗯，第二时间控吧，第一时间也行，第一时间吧，第一时间。而且刚才在 B 点九招当中，我们看到 G 的扫射转移啊，是非常夸张的。打完第二个之后，哦，打完第一个，立马手机锁在了第二个身上。牙医正面带走了签名，还可以无伤拿下了 B 宝点。两门几门这一块全都是防爆呀，布偶率先拿下了击杀，这一番 SPG 有点难的，剩下两杆狙，再来个道具想炸掉布偶，我动不动，哇，换到了欧登啊，本来他知道血量残了，菜鸟想拿卡尔9补上，但没有想到欧登还是欧登。然后如果一大没有的话，往中路把中路的那个防爆破了，把中路烟升起来，一大直接往下推了。行，先看一大抢没抢。闪了，对，抢一大。看一下 A 大抢不抢？对。烟封得很死，只派的时候一个人在看，同样的站位。这一次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故事？然后一直在看信息，站着卡尔的位置啊，露不露？你不露，我再往前走两步，我看看。MTG 四人小分队已经集结完毕了，还在等一个 timing。我感觉时候是要遭殃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直接回撤去 A 小，把菜鸟埋在这。又来一狙吗？时候的狙击还是能给到压力，看一下能不能狙中。第一枪空掉之后，时候直接回撤了。哇，好多人，三个人过来拉你。这边时候在狙击定位上面稍微出了点问题，来的人太多了。哇，不，这能反打掉对方？感觉除了提升枪已经打得很漂亮了。我一拉两个人看着我，我靠！他中路他自己摸就完事儿了，摸人摸人摸人，他主要他还是中路能多搞一搞，还是默认。哦，没有，第一时间准备出点。MTG 在进攻方拿的这几分都是打了一些迂回的战争。看一下 A 点，哦 ，A 大给你先骚扰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打进去，打不进去再换一个方向。对，就在这个情况下面，进攻方的 MTG 变奏打得怎么样？嗯，前面几分确实没什么问题，而且这一场阿斌的状态真的相当好，13个击杀了。对，我放人进去了，应该是给到信息了，有点可惜，阿斌这点被清理掉，留下了一个小的隐患。过反弹，但那时候中路的小兄弟已经走了。除现在已知的信息就是柜台有酒保。对，而且这是 MTG 选手的一个很经典的习惯，小绿 A 小单人潜艇。那这样的话 ，MTG 进 A 是相当方便的呀。除终于打掉了阿兵。A 点这个包
这一颗雷没有防爆接住，卡尔直接被炸飞。那机会可能要给到 SPG 了，从四打四变成了四打三。看天明这一喷了，要来了，发起进攻。面包房里有一部双架的枪械，如果换成全套，是不是会更好处理呢？一换一，小驴再喷，只剩十步。布偶一狙定位，漂亮！这波面包房的防守 MT 的，没事，我刚说了，他狙在中路，他刚才穿，我听到了。A 大没人呢，你想怎么玩？抢吧 A 大，抢 A 大，抢 A 大，确实打得漂亮啊！抢 A 大了。换一个思路 ，SPG 的防守还是偏常规的，只放了时候一个人在后点。抢完 A 大，点完包，再迂回一下。MTG 现在反而他打的越来越游刃有余了，从4-4也打到7-6，而且小吕这个点的话也是再次找回了状态，14个击杀了。我目前狙击也是已经有12个击杀了，我压一两个人，呜、哦，这一枪好快，是，而且就仿佛知道菜鸟在那一样。千明顶正面，雷射可能要稍微藏一下，对手直接撤了，1分钟的时间转 A 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嗯，主要带包的小鲤鱼是在 A 大附近的时候，要不要看一眼 A 大？完了 ，A 大摸上来了，时候可能要无了。天命错过了呀，本来再多待5秒钟，应该就能等到小鲤鱼。可惜了，地下室还是有技。3-3 ，MTG 一般下完包之后的阵型都会把重点放在面包房当中，比较好让290去发挥。而且旁边是绝对有保镖的。来看一下签名，他一眼拿出了 R90， 武器是一杆狙。签名主动来，喷掉一个，卡尔也被喷掉。到底谁才是真正的 R90 之神？哇，签名三杀到手，最后时刻，签名站在了这里，可以成功的拆包。你请漫画是吧？对，我请漫画走那个 B 小道那边架了一条线，然后你还是在吧台。你就拿大匕首跟他换着了吧，我他就把针打。嗯，我起机枪了，我去地下室了。都行都行。Bend the objective。我起机枪去地下室，菜鸟说不行不行，怎么回事？感觉沟通上。机枪啊。对，这边先面掏出了一把机枪啊。这世界竟然开始下起了雨。Bomb acquired。而这边的短剑无畏，华丽的多。感觉短剑的这个皮肤啊，是咱们出场率最高的一个皮肤了，就多年以来。是这是短剑原皮。啊，这才是短剑的原皮。对呀、啊。卡尔，又是你，中路。补枪呢？鸡没有跟上，签名，签名的世界果然下起了雨。是，这个皮肤寓意不好。阿斌再捡起了一把 MTG 这一波下包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你一个人，但没有发现牙医，除这边 DRH， 最多也就只剩8-7了。管的吗？签名都没有，都放 B 的。看信息，先看信息。可以可以接着慢的。七八 B。如果包完没有防爆，他就是签名在来吧来吧来吧。直接提他。哇，好有士气啊！直接要提他，看一下能不能终结比赛。哎呦，阿斌点完道具，发现哎，对面也来道具，溜了。中路枫叶直接往 A 小冲，速度非常快。讲究的就是一个速攻，而这一次菜鸟又是奇怪的 timing， 再次错过 MTG， 四个人全部顶到了包点，卡尔还待在了 A 小，哇，这样的话 SP 点的这一分又很难啊。LG 来个反弹雷，没有收集反馈，
己在地下室有点危险。这怎么清理很难呀？布偶先选择出来击杀掉了菜鸟，他 A 小有两个人，包点自己有三个人，太难了，就看千明这个位置了，他还能不能再打掉一个？千明被阿兵直接带走，阿兵还活着，他也不敢横拉带走阿兵啊。牙医欧顿出枪，三打一，只剩十号，恭喜 MTG 又在爆。